我叫王卓南，叫我小健就行。我叫郭江涛，我是沈阳本地的。你呢？我是河北的。同学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，终于来一个新室友了，好开心呢。那个啊，我这个人有点洁癖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我以为啥呢。那个你们河北都有啥特产呢？那个不好意思啊，继续。没事。你们好，这里是205宿舍不咯？是啊。同学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、啊、我叫马浩胜，你叫我小胖就可以了。哦，小胖呢？我住这里。哦，哎呀，我帮你啊。哎、那个，听你口音是南方人吧？是的嘞，我是湖南的。你好，我叫郭江涛。你好，我就是沈阳本地的。他叫小健，他是河北人。哎呀，抱一下了。那个胖啊，那个他比较爱干净。您是？我是宿舍管理员老潘。潘大爷好。注意点卫生，不要喧哗，影响别人休息。好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上课之前，一定要照照镜子，整理一下自己。老太太，你这个头型，作为一个学生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个头型就不行。怎么临来之前，在那个烤箱里烤了？怎么卷呢？不是嘞，潘老师，我这个是天生的，自来卷儿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行了，你们赶紧收拾吧。我先走了啊。好。哎，我的妈呀，这一个个。没有啊。听见没有？听见。人家说的多对啊。我看天也不早了，咱们就先休息吧。好嘞。休息。哎呀。哎呀，这家第一天上大学还激动的有点睡不着觉呢。哎，哥俩，这大学四年你们有啥打算没呢？我打算考研。我没有什么别的打算，我就打算不挂科就可以了。为啥呀？我爸说了，我要挂科的话生活费减半，我就吃都不够了。哦，那也对。小健你呢？我的理想大的。你的理想是什么了？你继续说噻。哎呀，我最烦别人说话说这么快呀。这些人真是的。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别唱了。咋的了？头一回见你这么爷们儿呢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小胖，我问你啊，我长得不难看吧？不难看。我身高还可以吧？够用。我学习成绩是不是不错？比我强。为什么门门看上他了？哎呀，这玩意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。那门门喜欢萝卜还喜欢青菜呀、我们喜欢吃包子。你怎么说话呢胖？哎呀没事儿，我告诉你啊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双限量款的球鞋解决不了的。我也没钱了呀。那我就没招了。哎呀小健呐、缘分这个东西吧，我这鞋只穿了一天。谢谢。五个鸡腿儿，哎，说好四个，就五个，事儿啊？不，啊，你怎么坐地？你俩合起伙来蒙我是不是？江涛，什么人了？太好了，大家都在，我给你们买了点零食。这你买花这钱干啥？又没人吃。哎，我们吃，吃。见笑了啊！
江涛啊，你叫我来是不是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？惊喜？我今天过生日，你不知道吗？生日？我，你竟然什么都没给我准备是吗？连束花都没有吗？花儿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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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妹妹生日快乐。谢谢你，真好。喜欢吗？喜欢，真新鲜、啊、那刚摘的。小胖啊，你陪我出去溜溜弯。我不去，我没吃完呢。你咋那么有眼力劲呢？江涛、啊、我猜猜你是不是还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？蛋糕？我过生日你连个蛋糕都没给我准备？不能，过生日肯定得有蛋糕啊。对呀、啊，过生日怎么能没有蛋糕呢？那蛋糕是肯定得准备的，可能蛋糕还在路上。蛋糕刚到。江涛，你可真有心。我要去着装，一会儿我们一起拍个美美的照片。好呀。哪来的蛋糕？哎，就许个愿的功夫，蛋糕哪儿去了？我不做吧。于洋生日快乐。于洋，我好了，我们点蜡烛吧。文文你看、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别管了，我还没许愿呢。那个你俩别闹，让人家文文许个愿啊。文文你许吧。那我希望我们期末考试都能顺顺利利。顺顺利利。利利。我说音乐就到这儿吧。咋回事啊潘大爷，我最烦毕业煽情了。刚说完你哭啥呀？不是哥，你把鞋穿上，辣眼睛。我就说嘛，你没心没肺的还能哭啊。哎呀，不是，哎，咱们今天都毕业了，你什么打算呀？我呀，我跟秘密啊被北京一家公司录用了，今天我们就去北京了。啊，江涛，哎，你呢？哎呀，这不是考上研究生了吗？我准备再读3年。哎呀，不行，秘密还得等着我呢，我得先走了啊。哎呀，再见。我也收拾好了啊，我也走了。胖，都走了呀？哎呀，哎呦我去！我就知道你，我包忘拿了，一天天丢三落四的。刚才四位演员为我们带来了一段大学时代的生活，共聚一室4年啊，然后表现了各种的人生经历，从一开始到结束。